同学们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开始画树叶了。树叶呢有两种，一种是点叶，一种是夹叶。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开始画点叶。点叶呢，我们是从那个壁上呢蘸一点淡墨水啊，淡墨水呢蘸得很饱满啊，那么再蘸上一些浓墨啊，我们就开始点啊。先从那个浓的开始啊，浓笔先点，啊，由浓。渐渐的啊，淡起来啊，这样啊，一点点淡起来啊，有变化啊。那么慢慢的呢，这支笔枯了啊，也可以这样的有变化啊。这是一种点叶的方法，这个叫小混点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画那个三角的影啊，这样啊，用笔，也像写，好像写字一样。要有力，哎，先浓啊，浓浓啊，那么慢慢的呢，这支笔上的墨水呢，淡起来了，哎，你可以边上了，哎，出现一些枯的啊，要有变化，哎，这样，哎，好，那么我们再换一种啊，这是一种，这个叶子呢，我们是向下的一支啊，这样的。要一笔里面呢，要有枯有实，哎，这样有变化，淡了，那么再浓一点，你这个用歪很有力的，那收住，哎，不是好像随便的这样一笔，哎，就是那这个歪里面有力度，能够收住，哎，这里枯了，那放一点实的，哎。要很随便，很松灵，这里再用，里面呢，再多在这里呢，再加密也可以啊，要有疏有密，我们再换一种啊，向上的，这个向下啊，这个向上的。那个向上也要收住，也要收，不是好像很这样随便怎么一笔，不是这样，这样就没有力，这样，这个歪一定要打，要有劲，但是呢，用笔呢还是这支笔不是扎得很死的，也是很灵活的，这个歪力呢又好像有种弹力一样的，那这里枯了啊，让它枯了以后慢点，下边慢一点，接下来再蘸一下啊，再这样，向上的一种我们再换一种啊，还有一种呢，像那个草一样的啊，像小草啊。也要很松，小小的放着去呢。这有个风，入风的，但是入风呢，不是这样的，也是要，也很这个力度呀，要很透，透到那个楦子下面，要这样，沙啦啦的一种，一种金色围出来，这个小草其实是功夫很深的，所以经常要练啊。由浓到淡，淡了，你看那都要中锋啊，不能这样涂，不能这样涂啊，要中锋，中锋呢，这个有味道出来了，你看你这个线条里面，中间呢淡，旁边呢有浓的东西，看起来很厚。那么你画的时候呢，也可以先用淡墨水啊，先用淡的，你看啊，先用几笔淡笔。淡的笔画好以后呢，再一点浓的，再来铺，很有味道了啊！这就你看，淡的中间啊，放一点浓的呢，这样的铺开呢，这有变化，不一定一定要先浓后淡，先淡后浓也可以，这就是变化。所以像这种小草呢，要多练多画，
这个功夫就在这个上面。好，那么还再画一种啊，画一种呢，像一种小的星王这个作业一样啊，我们要画小作业，小作业呢先画那个哪呢，小猪啊，小猪出来，先画小猪出来啊，出来那么这个作业呢向上的，这个也要有力，你有了那个草的功夫以后呢，你画这个小小作业呢也会有那个你看力度都出来了，就是这个碗里面，手腕一定要有力的控制它，也可以由浓到淡，也可以呢由淡到浓啊。水，你画的是始终这个碗保持弹力啊，它一出笔很有力的，这样那个轻轻的几笔，它有力度就出来了，向下的一支啊，向下的注意，也可以，也是这个碗，你看。收住，很有力的。先勾好那个，勾好叶子以后，再加枝，小株再加，我们呢，接下来呢，我们画一下家业啊。家业呢，画家业呢，我们要也是先勾啊，好像商勾一样。所谓商勾呢，就是勾出那个叶子的轮廓。就上钩啊，比方说我们画一个梧桐树的叶啊，就是画出一个它的旁周围的轮廓就勾出来啊，勾出来呢，勾的时候呢也可以从右边先勾啊，勾去啊，勾呢，后来呢淡了，让它淡好了，淡的呢就是放在叶子的后面，浓叶的后面啊。那么少了就再得浓了。勾线的时候，你看了我啊，勾线的时候跟刚才那个点叶的时候一样，也要很有劲的。你看也要很有劲的收住，这样呢看起来呢很有味道，看到它这个线条呢也有书法的一种形气在里面，浓的。用的在中间的画了，画好以后呢，那么边上呢可以在你那个边上呢还有，浓墨的话呢，你用在清水里面润一下啊，那么这样就这支笔上就淡墨了。那么在这个浓的笔后呢，你再勾，那你看淡了，淡了以后呢，看起来有神气了，也当然这也这种也叫做节奏，浓淡就是节奏啊。又浓又淡，这里淡了，那么这里再加点，可以加浓，由淡到浓也可以啊。另外一种啊，三角的啊，也是先浓后淡，这个现在是它都是直线的，但是也要有顿挫，你看，也要这样。有钝有粗，有这个线条有笔势，这样，淡了，枯了也好，也要有点枯，有点浓淡枯啊。那么枯了呢，另外呢，你在笔上呢，在水分多一点呢，加在这枯的旁边，你可以速度慢一点，起到一种变化作用，这样啊。那么你在淡的旁边也可以用浓笔的加，因为在那个真正的树叶，这个它的组合上面，也因为有前面的叶子浓，后面的叶子淡，起到一种变化作用。这个呢就是不失败了，看起来呢挺有那个节奏，
花蜜主要是要看出一种节奏的味道，一种变化的味道。啊，如果都是一样浓淡的，就是没有味道的，这就是不叫画了，不叫艺术了。所以在艺术上，你要注意，一定要有求的一种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是为了统一整个形式。哎，你看了它这个组合呢，哎，这样卷了啊，那么这里过去呢，也要比不是直的一条线，也要有起伏，有变化。那这里过来也可以再转到这里来，你看，再过来，哎。起到一种变化，就很自然的，哎，不能成那个一个整个三角，或者是好像是圆的，或者是方的，那就是不好看了啊。另外画一种呢，画这一种呢，就是要有一种很复杂的一种形态的加以啊，你看有几种勾线的来组成的一组叶，当然这种叶里面呢。也要有笔画，一组里面呢也要有浓淡，由浓到淡，我才由淡到浓，淡了，浓了，这也是一种那么这种的组合呢，跟其他的点叶、加叶也要适当的一种处理，安排搭配。球的一种变化，当然它的组合呢，里面呢也要有疏密，这里密了，那么这里才疏朗朗的，这个呢我们在学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今后呢真的大幅的配合起来呢，那就方便得多了。你看这个线条虽然是带，但是呢，你也是要有钝的。哎，其实呢，这样小的很带的，哎，但是也要有力的。哎，你看有钝处，这有味道。哎，这个欣赏的人看起来有味道。哎，里面这个有一种别致，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呢，我们用一个无线，两个半圆啊。中间再勾一条线，这种叶子呢也很多的，这样的，这种，这样，中间也，你看它这个线条也是很有力的，中间一条线同时进行也可以，我在画好以后再加也可以，那么它的组合呢，也那半个那么也有啊。小的大大小小也有那么也有浓淡，疏密，这个呢时时刻刻要注意这个配合。你看这里好像是横横直的，那么再加粗一点，把它铺掉这个线，出来也高一点这里呢你再这样加。都要多方面的一种参差，那么就是这几种，我们现在有代表性的几种那么我们现在呢，夹页里面呢，我们要点点颜色我们先扎这个胡同叶，胡同叶子呢，我们用1616里面呢再加一点呢扎实这样呢，这个六的颜色呢不浮了看起来比较很文雅的先扎要轻轻的涂慢慢的让它稍微呢留一点空白，让这个因为水多了，让它自己混开混到正好，不要这个一下子呢，把这个边上涂湿，先从中间开始，从中间开始，让它慢慢的混开来，混到一定程度正好，恰到好处那么这个里呢有石头的比较多。这里面呢，那个扎实比较多这里面也要有壁画不是好像死白的，都是一种颜色的，也要有参差但是这个统一，要统一的有六的就这样慢慢的。那么扎颜色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个线条是浓的呢，那么
你这个颜色呢也要蘸浓一点，哎，也要稍微要浓一点，哎，那这样呢，这样呢显得比较自然。那么这里一直带了，那么你可以颜色里面呢也要带一点，这样呢也显得比较柔和啊，你看，那么在颜色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要很死板的啊，这个涂的边上都到位啊，稍微留一点白，也有一种味道，哎，出现一种好像高光一样的，哎，那古人呢，他在观察这个树叶的时候，他也是很自然的，哎，古人的画法里面，你仔细去看来，他也很随便这样啊，这是一种啊，那么朱标啊，跟那个藤黄啊，两种来调，调到。啊，差不多的时候呢，中间的浓的边开始啊，来先扎啊，从中间开始，哎，也是这样，哎，也是，哎，那个水分多的时候呢，哎，注意，哎，不要这个超过那个线条，稍微超过一点呢，也问题不大，但是都是超过了，就看起来就乱了，哎，那么慢慢的呢啊，这个浓的。垫好以后呢，这些带的地方呢，你先多放一点黄的啊，黄的多就是珠标少一点啊，那么看起来呢有点变化啊，哎这样，但是它这个差异呢，不能太明显，哎要有一种过渡，哎这样哎，这样一种过渡啊，看起来那很舒服的啊，你看。真正的大自然里面这个枫叶呢，哎，它也是有变化的，哎，不是好像都是红的，哎，都是黄的，哎，里面有一种过渡，哎，这看着呢，有一种节奏感，哎，好，那么我画下面一种啊，下面这种呢，一般的呢用那个花青啊，跟那个胭脂，变成一种紫的颜色的，小的你要小心，哎。轻轻的哎，画一下哎，让它慢慢的分开来哎，不要超过那个线条啊，一超过以后呢，就看到你乱了哎，用笔很乱，不能乱，乱了以后就没有味道了哎，这样呢哎，很整齐啊。那么这里这个笔是浓的了，那么你也要浓一点哎，这个颜色呢很压，哎，没有虎气哎，那这个像上面这个呢有虎气。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但是这个呢，很文雅。这两种呢，其实呢，在一株树里面呢，也披上了，也非常漂亮的哎。那么这个呢，啊，我们可以画成什么呢？画成那个，红的啊，都是朱标的一种。为什么我不用大红呢？大红里面呢，其实这个树叶里面呢，很少大红的，哎，朱标都有哎。那么你垫颜色的时候呢？最好也是两瓣的，哎，这里一笔，这里一笔，哎，中间好像留一点白，哎，有味道，树叶有一种立体感，哎，看起来呢很雅致，哎，这样的留一条，哎，这留这个一条呢，也不要留得太死板，很自然的，哎，你这两边，哎，中间轻轻的，有的让它有白的现出来，有的呢看不出来也不要紧，哎。哎，那么，别上的颜色少了，淡了，让它淡。哎，因为这个这里面的，勾线的时候也用淡墨水了。那么你别上的也淡了，哎，所以这也是一种节奏的配合。哎，你看，淡了，那么这支笔上也淡了，那正好。这样呢，它一做呢，看起来很融洽，从浓到淡。啊，我们现在，教了大家的示范呢，就这样。那么我们接下去呢，就把一些我画好的一些，来跟着。大家呢，讲解一下啊。这一张呢是用那个胭脂啊，加一点胭脂呢在中间的这个垫呢垫着胭脂，那么旁边呢用藤黄稍微撇成一下，哎，起到一些补色作用，哎，相当巧妙啊。这是古人的一种画法，那这是可以用那个嫩络或者嫩黄啊。所谓嫩络嫩黄呢。就是嫩络呢，里面呢就是山柳里面再放一点白的颜色，啊，我这呢是淡淡的，这涂上也是一种啊。那么嫩黄呢，
也就是塞肉里面加一点黄的，再加一点白的。当然，白的也是不加呢，也可以用淡冲清脆的冲淡一点，就是不饱和度的，那么出现这种效果。那再下面再看啊，这个呢是一种清溜色的。所谓清溜的呢是什么呢？在塞肉里面，就是六眼参里面多加一点花青，加上一点花青呢，就是六呢比较浓一点的啊，看起来比较很滋润的一种啊，这是一种啊。另外呢，我看看啊，那个这个下面呢，这个我们这个家也啊看一下啊，文字里面呢谈到呢，这个此叶呢，或者是用青啊，或者是用绿啊来反衬一下。他说反衬怎么反衬呢？就是这个花上面呢用石榴啊垫好以后呢，那么后边反面用这个石青啊来垫一下呢，这样垫一下，垫一下之后呢。看起来呢，有厚度了，不薄了因为它这一株树叶呢，比较是浑厚沉沉嗲嗲的就是这种方法叫反衬反面可以扎颜色这也是一种方法你看这一种的这种呢叫炸红炸红是什么呢？就是炸石跟那个朱红我叫朱标它调在一起。那么也有一种过渡，那个红的地方就是朱标多一点，或者朱红多一点那么带的地方就是炸石多一点，这起调好以后呢，壁上用新的用炸石这个这嗯这个壁上呢用炸石呢吃饱以后呢，那么壁头上呢再蘸一点的朱红，那么新垫的时候呢朱红多一点那么慢慢的朱红少起来呢，就现成炸石来了，出现这种效果。这是几种用点叶的一种方法来点的首先看这个呢，这是大红蝶你看很圆红的这支笔呢也是很竖起来的这笔也是竖起来，这样打几笔属于龙角倒带参差的壁画这是一种。那么像这个呢，水草蝶呢，这个水草蝶呢，你看由龙到带，你看这个壁画呢，这里小一点，这里有大块，大块里面呢也有，你看参差呢。有一种壁画的这样那么特别呢，像这个白叶点呢，用托壁来点的呢，由浓到淡，哒哒哒哒哒哒点出来慢慢的中间浓一点，旁边呢淡一点，这是也是一种这个、很有味道。这个呢也点起来呢也要注意有枯涩浓淡都在里面，这就有味道了你可以试一下经常试。这个呢是向下的一种，这样很轻轻的描出来的，这是一种那么下面呢，这个那也是属于好像是钩子一样的，刚才我已经练过了，这是一种壁画的一种同学们，我们画树叶呢就讲到这里，下一节呢我们要画植树了，再会。